这虾肉是脱脱的黄黄的，这虾界也太长了吧！这个韩式关东煮买的虾都是又香又辣，很有韩国料理辣味，还脱了膜。哇，给它做的按摩，它这个肉都是晶莹剔透的。 这谁受得了啊？那太过瘾了，咱就是纳豆花。但我有个开海鲜店的爸妈是什么体验呢？你一定想不到，我半夜起床只为多吃一顿海鲜早餐就吃。